兄弟，你逃不了的。没错，就算你逃得了，你也不会逃，因为你舍不得他。放了他！你凭什么要我放了他？就凭这个生死簿？难道这些我在地府的机遇不是吗？我真的到过地府。嗯，那还有假的？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对你痴情到死一往情深的武刚。这不是真的，快把生死簿还给我！你先把他放了，我就把生死簿还给你。是废柴，竟然敢跟我谈条件！你不马上交出生死簿，我现在就干掉他！喂，你别乱来！我也做决定啊，兄弟，如果你不想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去，你还是把生死簿还给他吧。给毁了，反正拍两次。哎，冷静点，有事好商量。痴心的男人生来就是为你哭，为你痛，为你死。可是为了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这么做，值得吗？只要他能好好的活着，我怎样都无所谓。哎，生死有命，这是无法违抗的。无论如何，阿梦都一定要死，不然他的空缺就没有人可以填补。既然这样，我愿意代替他死，来填补这个空缺。你是神仙，他是凡人，你要怎样代替他？我愿意舍弃神仙的能力，变成凡人，然后再自杀，这样就可以代替他了吗？你是说真的？你不要为我做这么大的事，我不值得你这么做的。不，你值得的。你不要这么笨了好不好？我不要你为我牺牲了，我想欠你一辈子。能够为我自己所爱的人牺牲，这是我的幸福。对不起，你没有选择。就算你这么做，我也不会爱你的。你不要为我牺牲。我不需要你爱我，我只要你过得好。兄弟，你的血从金黄色变成了红色，那就表示你已经不能再回头，从此以后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凡人了。答应我，你以后一定要快乐。你好，不要一次。我看不下去了，太令人感动了。吴刚跟我一样，都是可以为了爱不顾一切的人。而且比我还要深情，我不可以让他死。有情人一定要在一起，虽然我和小姑姑不能做到，但我也希望他们做得到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天理循环，这是不能改变的。阿蒙在地府的空缺，一定要有人代替才可以。你不是可以自行修改生死簿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只要有钱收，什么都做得出来吧？笑话，我可是铁面无私的陆判官，我才不会做出这种贪污的事。当年猪八戒被贬下凡的时候，本来应该成为一个穷得要死的丑八怪，可是为什么今天的猪八戒这么有钱，而且又不丑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我就说明白一点，因为你收了猪八戒的钱，所以算是修改了猪八戒的命运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随便乱猜的，结果被我猜中了。原来头发少的人真的比较聪明，不过我宁愿头发多一点。被猜竟敢耍我！现在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修改生死簿。如果你不想阎罗王知道这件事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
这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事。就算吴干不代替阿木死，也会有人自动填补这个空缺的。谁会代替我？那个代替你的人，就是你最心爱的人。你最爱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有没有搞错？自己爱谁都不知道。是天意。给我，让我来代替阿木斯。不够。给我。给我，让我代替他死。给我，给我，让我来代替你死。不行。给我。No。给我。给我。给我。停。好吗？痛死我了，天命不可违啊。你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。你一定会失去你最爱的人呢。我竟然杀了人啊。你没有办法，他是鬼，已经不是人了。不是啊。梦，兄弟，反正你已经是凡人了，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和阿梦结为夫妇。既然上天给你们这个机会，你们就一定要好好珍惜。